三年，我是莉莉，我是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帮妹妹完成作业《彩虹桥》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把这三个都先在底下挤好颜料，开始。好，等一下第一个就卡关了。第一个还是啊，这个。嗯，很简单啦、啊，拿去。挤不出来，我帮你。这挤不出来。Are you okay? Oh my! Oh my! 我又挤了。哎呦，都大便了。桌上，先擦桌上。先擦自己吧。姐姐来看，自己挤了吧，你帮他弄了，来拿去，用这个。我是五靠偶哎。我们先统一，到二十哦，你就靠在我旁边比你就可以了。就是这边的。蓝色的比较有戏。好，那我先把蓝色搅一搅，不然蓝色太黏腻了。它在二十五千滴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搅颜色吧。越干净越好。你一直搅，你呀。姐姐你看，就是一个孩子的鼻子流鼻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把这个纸巾给裁剪成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弄出来。我们需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六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放上去哦。三、二，你先放，换我再放。这蓝色少一个了，然后呢，再放。最后一块应该要过去一点，然后我这里再接过来，对，你的蓝色太胖，太过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块拍一下。好看。嘿，那我们之后呢，就是要等它，把它全部都吸。然后它就会染色，要这样等吗？它已经送水过来了，红色已经送水了，蓝色也要了。哼，哎，这个红色已经开始送了，你看，对，而且红色已经减少了，从原本的这里竟然到了这里。黄色也快要了，颜色已经要了，黄色要了。红、黄、橘、黄、蓝、绿、红、蓝、紫，我就这样圈起来不就好？就不需要再做一个红。我也已经拍好照了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蓝、紫，对。红色，你太多了。好，那我先来倒水。那你用彩色笔。我彩色笔有18种颜色，这是橘色，我爱的颜色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实验就是要做血人。妈妈，这多快！小精灵，猫咪。然后他的胡子要那个，对，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橘色不橘，我拿橘一点。彩虹桥还没好啊。彩虹桥要让它弄，要很久的。绿色出现，失败了。什么失败？失败了，红色全部吸过去，然后换成这边都红色，然后黄色都跑来这里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很糟哎，红色它减少了，都过来这里，然后有些吸来这里，然后黄色都被赶走，赶到这里，然后有些去那边。没有啊，你看我这个橘色也是不是很橘啊？没有，那个不是橘色。这个才是呀，可能颜色不够深吧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对，哎呦，太大了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随便随便随便，哎，随便拿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叫渲染啊，对不对？哇！这样也是渲染，对吗？嘿。哎、欸、喂，那我要这样子的，好吗？那你用沾一点，你用沾一点就好，用沾一点的。不要，我要用那个。沾一点就好，沾一下，然后再滴过来。就是你不用按住，你就沾一下。妈妈，我也帮这个渲染了。不要，我要按住。你看，那我们现在也是渲染。什么呢？那你可以开始渲染喽。那我要用蓝色。那决定用。那我先来，那我用橘色好了。结果，给狗，蚊子上，看得出那是谁吗？善意啊，对，是的，一点点，好，对，然后赶快分在另外一边，快，善意，然后对折，对，我还要再玩一些。来，猫咪，你过来，来，再，这太多了。来，给妈妈看，来，给妈妈看，来。好，那彩虹桥还没有，有成功吗？红色，好像没有很成功。啊，这也太不好看了。啊！那这个就由我自己有花费，花费是什么？花费啦，把你的肺花掉。哎哇，姐好漂亮哦！哎，这紫色好漂亮哦！画画小蜜姐，紫色很漂亮哦。那我们用石头画画小蜜姐。哎呀！长满青春痘了！然后你看，我的这双脸消失了，消失殆尽吧，脸。哦，糟糕！它不会消失哎，消失了。好玩。哇，好的漂亮。还是用卫生纸渲染比较漂亮。哎，我这样子，这样就不怕不够了。这里要紧啊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来把这。紫色乐园。我要唱这一个紫色乐园。赞啊！你看我的紫色乐园，哇，好赞啊！我说要点有紫色的地方啦，因为它很靠近的是紫色的地方。
别的地方。唱，这什么？我只能为这张图哭泣，我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弟弟把星星呀，他在爬行中，熊猫在爬行中，他在爬行。休想！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喜欢六点多，是顺便下次见，拜。还有记得订阅我。